忘记了。OK， 那这个呢，再次欢迎大家2022年过年虎年我们的第一个 Zoom。OK， 所以还是要再次祝大家 Happy New Year， 然后祝我跟雪儿老师 Happy Birthday， 然后也祝现场所有人也 Happy Birthday， 因为除夕嘛，哈，除夕虽然过了几天，但是也是人热啦，所以也是大家的生日来的哈。OK， 你看我这里的那个爱心，爱心给你们爱心，我可以这样修，其实要修皮肤有没有 ？OK， 好，那在这里呢，我也要就是跟所有的人讲啦，就是不管是啊姐妹们也好，或者我们有帅哥，或者是美容顾问良师益友呢，跟他讲一个，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有吸到什么味道？老鼠的味道，吸到什么？饿了嘞。我跟他敌人笑到 ，OK， 所以我们都熬过来了 ，OK， 那过去怎么样呢？我们都依旧很精彩的，也感谢有大家哈、哦。所以呢，相信接下来2022年呢，不管情况怎么样都好，我们必定会更棒 ，OK， 我们一起两个团队一起往粉车前进。哦，我们一起来喊这个 ，Oh yes we can do it 啦 ，OK， 我数一二三，三个 yes 啊 ，Ready 一二三 ，Oh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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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We can do it. 迪伦，怎么你的声音听不到了？没有开麦克风。迪伦，你 solo 一场来。solo 一场，未来男神，现在已经是了哎，其实他现在还没满18岁。迪伦，来，你要为我们输送能量一下，要开麦克风哦。害羞，等下你就会跟我们一样了的啦。OK， 没关系，等下哦，好。所以呢，我们回顾一下，虽然现在我们还是很开心，在过年的那个 feel 啊，大家新一年今年感觉怎么样？先不要讲这个先，来跟我分享一下大家今年这一个新年吧，可以回想的感觉是怎么样？来开麦克风跟我讲一下，回答一两句也可以 ，Emily 也可以回答哦。Selin 你一直讲，可是我没有听到声音，嘴巴一直动。我们看到的 ，OK。Watching you， 怎么样？怎么样？谁要来讲？感觉今年的新年的 feel 是什么 feel？Janice， 点名，直接点名。Janice 啊，来 ，Janice 来 ，Janice 来了。今年的新年啊，很开心啦。虽然要做 COVID test 哦，才能回家，然后又庆幸自己也是安全的，所以平安回家。然后看到家人、朋友、小学的同学又有 gathering 哦，然后那一种聚在一起的快乐，真的是哇，无比感动。所以我真的希望新的一年开始了，疫情好转，然后大家都平安快乐。耶、yeah, ，收到收到 ，OK， 大家你们要喊收到，我没有喊收到是没有收到的 ，OK， 所以我喊最大声的可以收到。所以 Janice 她除了跟我们分享过，她也分享她的 feeling， 在这个新的一年新年的感觉，有给我们大家每一个人一个祝福，收到收到 ，OK。好，来，然后下一位 Selin 就是你了，还有 Dylan 一起，这个新年感觉怎么样？你们两个一定是最佳呈现的 ，OK？ 你们的 story 已经很精彩了。有开到麦克风吗？还是啊，有了。Hello。Hi。Hi。Hi。新年感觉如何？感觉如何？很开心哦，每天跟这位在那边玩，在那边吵，在那边闹。啊，我们现在讲话不可以太大声，因为其他人在。什么？啊，很开心哦，然后就做了很多东西哦，然后现在下雨哦，没看。啊，这个最开心的，嗯，两年没见，能够重聚吧，对吧？啊，对对对对对，可以团聚嘛，终于啊，可以见很多亲戚啊，然后又可以终于见到家人啊，然后一起去玩这样子咯。啊哦，你姐的衣服好好看哦，你们的筷子有准备的，像你们是全家人跟我们一起捞是吗？其他家人在看电视。OK， 好，没关系，一样继续。好，可以，很斯文，我很难得听到沈琳这样非常不一样的路线。OK， 谢谢，收到。OK， 好，那来老师，轩老师，你来分享一下今年的新年给你的感觉。等下到 Michelle 啦、啊。今年的新年好像，讲啊，很热闹咯。因为前两年我们都是静静，然后祈求安安稳稳这样子过。但今年的话，因为很特别，我爸爸在这里跟我们一起过新年，然后我家人很棒，全部都一起涌过来。香 ，Hello， 嗯，
啊，老师，你需要等一下下一个到你哈。啊哦，好，按到了 ，OK， 来，学院老师 ，OK， 好，然后就特别的热闹，而且我今年呢，我很突破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前其实可以讲初一到初五都是跟家人过的，连三十晚到初五都是跟家人过的，然后也做到真的是很 enjoy 跟家人在一起的那种 feeling， 然后放下手机，我真的很少去玩手机，就跟家人一起吃煮啊，讲话啊，玩玩一下那个炒钱啊，很难忘，而且呢，玩那个跟家人一起玩的那种乐趣啊，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残酷一丁啊，但是很开心，虽然没有赢，没有赢，但是是我觉得可以跟家人，然后我觉得是那种很 enjoy 咯，因为平常时都是各有各的忙嘛，但难得跟家人在一起，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很温馨啦，最重要是大家是平平安安。OK， 好，这就是我今年的那个感想啦，新年的 feeling 对吧？对对对对对，好，收到收到。OK， 谢谢。好，来，Michelle 有在吗？ Michelle 的帅帅的帅哥在这里， Michelle 有在吗？你需要来分享一下你在这个新年你感觉如何，还有线上的 Emily， 如果你可以你也可以带给我们、哦、还有 Samantha 也是，当然鼓励如果可以让我们看到你们还有听到声音是最好啦、啊、Michelle Hello 大家好。Hi, 我又突破你，新年快乐。怎么样这一个新年感觉怎么样？新年快乐 Michelle。 比去年还好啦，就是可以跟家人聚会、有那种不一样的新年哦，但是最难过的是 COVID 在上哦。没事没事，我们大家呢还是要感恩我们大家都在这里的所有人啊，我也相信我们身边我们爱的人也一样健康、哦、安康开心平安就好了、那我们就做好自己的本分，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人就 OK 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感恩的事情哦。耶，米夏，今天我也看到你跟老师聚会拍照，好漂亮哦，真的很美哦。要常常相处、啊。你下来呀、啊！啊，好好好，可以，我一定来哦，我明天就来了，没有啦，后天。OK， 好好，我们再聚啊。好，谢谢米夏。OK，Emily 跟Samantha 你们。在吗？还是等一下你们如果可以你们就打开你们的哦，我看到 Emily 了。 Hello Emily， Emily 很 Hello Hello Hello、恭喜发财、Hello. 主持人好、伙伴们好、因为我在外面啊，所以我不是很方便讲话，长话短说啦，各位新年快乐、然后我是通过 Janice 进来这个 meeting 的，很感谢我的好朋友 Janice， 然后我希望下次我会以更好的一个状态可以跟大家一起见面啊，所以今天是我第一次参与，然后我希望说可以向你们学习啦。 OK， 新年快乐哈，大家恭喜发财啊，每一个人身体健康。谢谢 OK， 谢谢你，我们还是会在，你可以哦，你可以 关你的镜头，如果 不太方便，谢谢你在，也高兴就是认识你哦，有机会我们要更加的深入了，去有机会再聚哦，再跟大家就是可以见面这样子。 OK， Samantha 你在吗？ Samantha 如果OK， 你可以打开镜头跟你的 voice 哈。OK， 那我自己先来，在等什么大的时候。那我这一次过年呢，最开心就是玩到啥？这句话可以再讲完没有？就是有我们线上有我的姐妹，就是 Selin 讲说她看我的 story 很像 YouTuber 这样子，而且我的 story view OK， 因为我们现在是线上线下一起跑 OK， 那我真的有感觉像 story。有点像 YouTuber 讲的有点对，是因为我的 story 可以1400多个人去 view， 懂什么意思吗？就是说我 po 一个东西，但是有400个人在观看着我在做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感恩的东西啦，就是突破自己在线上，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跟人一起的，没有想到自己在 enjoy 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把欢乐带给很多人。当然大家都是安安全全的啦 OK， 然后还可以回马六甲，然后可以跟所有的很久没有见的亲戚朋友们聚会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我新年最开心，我的年还没有过完呢、啊，我年15再跟大家 update OK。 好，那今天呢，来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满满的回忆哦，刚刚大家都在分享着那个 feeling 了哦，所以、哦、真的还是
还是就是要认可回自己啊，想想当初的去年的你，去年的新年的你跟今年新年的你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是不是已经有进步了 1%、最少 1% 也可以 0.1 也可以 OK， 那就是只要自己每一天都在进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棒了咯。来跟自己讲你真棒，拍拍自己，你真棒 OK。 好，那这个我要 stop share 一下，大家你们准备好捞声了吗？准备好捞声的人来开捞声，开捞声是什么？秀你们的捞声出来给看一下，我要 spotlight 每一个人了。老师我跟你讲，刚才幸好你提起说准备好筷子没有，我竟然拿叉耶。我妈妈也是问我要不要拿叉 OK， 我觉得我的来功力哦，我创意创意捞声来 Janice 你哦 Janice 拿了，我很快，我要我一个一个 spotlight， 然后你们给大家一个15秒的时间来介绍你的这一个前面的创意料理是什么 OK， 谁要先啊？陈老师笑到这样开心，好了就你了。哎，等一下等一下，好来老师你来你来开始，你要分享一下你是什么。今年呢我没有去买老师，因为我家里很少人，然后我女儿不舒服好比吃，所以呢我就要有一个意头，我就自己做。我做什么懂吗？我家有这个黄黄的，我就把它当成黄金条，这个是南瓜来的。然后过后呢，这边有一个中国亲戚送的那个很甜很甜的那个什么蜜柑啊 ，OK， 甜甜蜜蜜啦哈 ，OK。然后呢，我就去抄我的果肉包，然后我抄到有一个这样子的条，很像我们那个楼上里面的那个虾条 ，OK。然后呢，要有花生啊，落地。什么啊？开花，然后过后要有这个生气 ，OK？ 然后我就加了一个那个 salad 健康那个酱下去，然后这就是我的那个啊，这是新盘，这是新筷子，这筷子是有金色的 ，OK？ 然后呢，鼠疫就是一切万象更新，虎跃星辰啊，然后步步高升，梦想成真 ，OK？ 财源滚滚，不是人滚滚啊！耶、yeah, ，老师你我要 stop 老师啊，因为你再讲下去，后面的人不敢出来，因为你讲完了，你要留给手下留情 ，OK， 留给后面的人，好好好，谢谢老师的，等下每一个都有机会，快点去想好啊自己的料理，而且自己的手上这个很有创意的 ，OK， 所以我们在做什么才叫做创意老师？来下面一位，第二位 Selin 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一个，而且你还有小助理耶，所以你的话我给你要讲 describe 更多一下， show 一下每一样东西， show 一下每一样东西、啊、就这样哦。我们这个很厉害的，跟你讲，我们聘请苏西进来帮我们做18块，哇，88块，对，三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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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美。这个是我自己的，不要哭。我们这个我们自己白的啊，白色 design 白色 by my 老妈子 ，OK 在这边，白色的。白色倒很美哦，哈、啊，就这样子，我也不敢讲了。你有注意，来，你本库给你拍照，给你拍一张。啊，要拍照，要拍照，摆 pose 下，你戴眼镜来。嗯，啊。Oh, OK， 准备一二三 ，OK。好，谢谢，我这里也拍了。Linda, happy birthday in advance. 我们这里明天是 Linda 的 birthday. 谢谢 ，tomorrow. 生日快乐 ，Linda. 生日快乐。我们这里很多很多，真的是过年的 baby 耶。对对对，好好，等下我们后面再来狂欢啦。我现在要下一位了，他们在紧张着。Jenny 就是你啊，来分享一下你的创意料理，你一直在笑，也是，你看每个人拿一条料理就在笑。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他一开镜头的时候，我看到 Celine 的时候，那个盘子已经很吸引我了，因为我也是一个人啊，因为我其实年初一吃到昨天，我都还在，天天都有在吃这楼上。就是不同款式的啦，就有蔬菜的类型的啦，然后水果的啦，然后那种 normal 的啦，然后就是一直吃，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吃老生，所以哦，我今天哦，因为我一个人嘛，然后我就想到去订那个 shallot， 它里面就有木瓜啊，然后就有那个长豆龙边，然后又有那个 tomato， 然后又有花生，然后我去算了哦，它真的有七样哦。然后价钱又是1288哦，
就是他了，然后我就去订 Grab 回来了，然后现在已经在流口水了，你懂吗？我感觉得到你很想吃了啊，一直在讲说在吞口水，在吞口水。OK， 拿起来拍照，拍照，快点！来来来来，我放开了。那高一点哦，你退后一点可以吗？退后一点，一点看不到你。啊、OK OK， 一、三，感觉我们好像线上要一起吃东西这样。很有然后刚才我平时是吃东西都是用擦汤匙的，然后我真的是准备汤匙要捞生，你懂吗？然后笑死我，我跟我老公讲，哎，捞生用擦还是第一次，这个才叫做创意的捞生嘛，对不对？所以没有局限的，OK， 没有对错的，大家不要害怕哦。Emily 听啊，正在偷笑，虽然 Emily 没有开镜头，还跟我讲说，我一定会用那个这样子。OK， 好 ，OK， 谢谢 Emily， 谢谢 Emily， 我来谢谢 Jenny。Michelle， 你有准备捞生吗 ？Michelle， 没有哈 ，OK， 没关系，我们一起捞啊！你的创意 ，Michelle， 你看到我们捞过后，等下你就会去找捞生了的啦。啊 ，OK， 好，那接下来就是到我自己了。啊，我也是有点紧张，等下我不懂我的后面看到没有 ？OK， 那我今天 ，OK， 我是穿越古代的妹妹哥哥 ，OK， 那今天呢，等下他会变不见，我有小助理在旁边。我准备的看得到吗？这个才是最大的重点，这是我妈妈弄的。然后，哎，我并不见。阿伯玉妮，妹妹老师、okay. 看不到。等一下，给我一点时间啊，因为我的捞声跟我融合一起啊，他等下就要进去了啊。为了你们不要介意我的 background 啊，好，我现在把它关掉先。OK，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哈，多美丽 K-box。OK， 好，那今天我的看得到吗？全部是 homemade 的，这个呢是黄梨，就是祝大家 on 来 on 来 ，OK， 一直都有很多很多很多的 on 啦，就是 money money come。然后这个是 orange 就是我最爱的 ，OK，orange 就是代表呢人缘会很好，讲话甜甜，像那个 orange 这样给人家亲钱般的感觉，永远都不腻 ，OK。然后再来呢，就是 Corona， 不要听错，是 GRO，OK，OK，、okay? yeah. okay? 所以是一个很健康的食品，然后我就拿来吃，然后里面还有巧克力，也不知道为什么，哎，看得到吧？然后我怕，然后底末我妈妈还去卸成这样一丝一丝的，看到吗？来，大家开嘴巴一下，OK， 真的很多人开啊 ，OK， 然后这个是梨，真的是这个梨很脆很香，然后代表我们。爆爆吹这样子 ，OK， 永远 idea 也这么的 fresh。我刚刚忘记讲这个题目呢，我们一时一时这样子，我们的身材就像题目这样苗苗条条、高高长长、瘦瘦 ，OK， 很想要有没有？然后还有这个紫色呢，就是啊，迪乐最喜欢的颜色，因为我们全部大红大紫 ，OK， 紫色给人家一种神秘的感觉呢，永远呢大家都会很想要靠近我们，因为觉得这个人很有神秘感，我想要再认识他多一点点这样子 ，OK， 不要摇 ，OK， 然后最后。最后呢就是这个重点巧克力啊，刚刚薛老师讲什么明年要有拐，不是拐仔啊，是按摩，刚才讲到拐仔，我讲拐仔是什么 ？OK， 拐楼、就是巧克力配合这个2月14号 ，OK， 所以是甜甜蜜蜜啊，有情人终成眷属，舍利快点找到欧巴，然后还有谁 ？OK， 在这里的所有的啊，就是。夫妻们恩爱，有另一半的快点，妈别人讲拉买天枪，然后单身的Samantha拉买天枪啊 ，Samantha 快点拉买天枪，这个要吃多一点啊，这个好芋头啊，今年 OK， 哇，我变风水大师了。然后单身的嘞，本意是有在，不要紧，我们一起脱单 OK， 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今天的创意料理哦 OK， 来不要动，拍照没？绷住拍照，给三。OK， 好。Okay, 我想问一下，怎么会有巧克力的？为什么会有巧克力？刚刚你看，你要请我最后一个，因为我们要我想吃了嘞。你们有没有准备多一份？嘴巴来啊啊啊啊！我也是啊。OK， 大家真的是，我觉得刚刚 Emily 竟然刚才偷笑我们嘞，等下录这帮人在走，来，我们一起打开你们的 video 吧，一起打开声音。我拍照吗？把拍一张。哦，对，等下啊。然后我们要一起捞生，你们要喊啊！今天我是主持人，我不要喊，我给你们喊一下，一下。OK， 老师来摆 pose 一下，等一下你的 background 也会变不见。啊，可以，老师你很像
等一下主播要麦。Emily， 我们这边一起捞啊。三哦 ，Emily 也有 ，Emily， 你讲你等下啊 ，Emily， 你来 try 一个 pose 这样子，哎呀，只是他单手哦 ，OK， 不要紧，来我们一起捞身啊，等下我要怎么样做嘞？大家一起数一二三，谁要我们一起喊，我们就捞啊啊，我懂了 ，Michelle， 你喊一二三，然后我们一起捞，我们请指示，有人帮我们录吗？没有哦，我妈妈，我叫我妈妈帮我们录。用 video 啊，录这边就可以了。你们没有捞的，也一起讲祝福的话语啦。OK， 对，来 ，ready， 还没，一，三，不高声了，黑鸟，来，不高声，今天哪个声？谁呀？今天没事啊，讲什么什么？Michelle 帮我们讲很多事情，谢谢 Michelle 帮我们。对，可以了，来，哎呀 ，OK， 哇，沈丽已经要吃了，你看沈丽，她已经不知在看，来允许你们吃一口。来，她一口不了啊，可以吃多两口啊。我是给我的，来，你们可以一边吃一边听啊 ，OK， 好，怎么样？感觉我有没有像讲吃了春天爆爆脆？很特别，我这个料理。哇，我看你们吃的样子真的是很好吃，我偷拍你们一下。简历时代要偷拍。OK， 好，那大家再继续 enjoy。哇，琳达那边还有加料啊，叫我这边过去，我也是要巧克力加多一点啊。我在偷笑。OK。好了，所以呢，大家在捞的时候呢，一边 enjoy， 我们一边来继续鼓掌啊！记得嘴巴可以动，手也要一起动哈、啊。OK， 所以致我们的2021感恩，然后呢，也给我们的2022年呢，要跟自己讲，刚刚我们有讲，是不是继续加油，拼啊！然后呢，我们的创意料理刚已经拿出来了啦，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自己呈现的那个是怎么样的。OK。然后今天我就用这样，我是忘记介绍我自己，刚才他们讲主持人好，对不对？我的名字叫 May， 因为今天 Emily 进来嘛 ，OK，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 Very Good 的 Sales Director， 刚刚讲这样子才介绍自己，太兴奋了 ，OK， 所以可以一起继续啊，沈丽还在捞着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也是我想要就是跟大家讲的啦 ，OK， 就是你好棒，真的很棒 ，OK， 我们都很爱你，不管今天你是刚刚才来到我们这里呢，还是跟我们已经是up and down 很久了，或者怎么样都好呢，或者看这 record 的大家，我都想跟大家讲，大家都很棒 ，OK。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都风雨不改的继续前进了，不断的自我突破局限，所以你做到了，我们都知道你在背后的付出还有努力，up and down 我们陪你继续前进哦，所以加油加油再加油 ，So you are never alone， 因为我们是你的 backbone， 哇，好浪漫哦。所以在这里呢，我要欢迎我们的新顾问，哟呼！欢迎文慧欣、庞美玲，还有 Jamilia，and then 还有 Yap Li Pu。同时呢，这四位美容顾问呢，新美容顾问也是一起完成 NCB One 的挑战。你看，拿到公司送的这一个一支我们的 Botanic Mask， 还有我们的全球第一名的这个卸妆水 mini 版呢，很适合现在我们偶尔出去。Staycation 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带着，不用带到整个大大子这样子，而且没有化妆的人也一样记得要卸妆哦，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大家要记得哦。大家的嘴巴很忙，我第一次看这个画面好可爱，大家开着这样子 OK， 嘴对我们做脸部运动。那在这里呢，也要恭喜 NCB2 的新妹，谢你真棒哦，你看给你一个 C 位在这里 OK，
然后呢也拿到我们的 Honey Glow Finisher， 就是素颜霜价值129块。哇，这个我跟你讲，我即使没有出去我擦的话，我都觉得整个人的颜值就是提高100倍，真的，因为它很有那种自然水光透亮的 glass skin， 就是玻璃肌肤的那种感觉， OK， 所以不用化妆也可以美美了，就好像我现在这样，其实我现在也是加一个口红， OK， 因为今天一整天都在做 meeting 的东西，所以噔噔，这个就是 Honey Glow 的魅力啦，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啊，原来旁边的是 Emily 胖，恭喜你拿到这个 SCB One 哦， OK， 所以我刚刚有恭喜啊，放很多星星耶，继续加油啊，还有 SCB Two、SCB Three 等着你哈，要完成，因为这些全部呢都是公司给我们额外的一些 special 就是礼物来的哈、啊，一个祝福来的，一个祝福来的 ，OK， 恭喜恭喜，然后在这里的有没有看到我？有没有画面感很高？恭喜我们的卓越团队的 Queen of Personal Sales， 我们的 Jenny， 刚才还一直在吃东西，她就很忙，就是这样子。来 ，Jenny 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可以给大家？你的星星一直在闪，给大家一些鼓励的话。对啊，那个画面一直在闪呢，我很想要哦。嗯，因为先恭喜自己，耶、yeah!。耶、yeah, ！恭喜 Jenny 再次成为卓越团队的 Queen of Personal Sales。谢谢。有什么就好简单的啊，有没有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让大家给你透视一下的？有吗？你上个月做对的东西。不要放弃，朝自己的目标前进，一定要设置目标，因为很重要。目标是你的推动力来的。嗯，所以你们一定要有目标，然后你们才会有那个动力前进啦。然后过后，我是会把那个目标缩小，就是说，因为一个月30天，我就会 set 一个目标，然后过后我把它分成4个礼拜，然后呢又再有4个礼拜再分成5天啊，然后每一天要做的什么东西，然后如果当然分享的时候呢，你要告诉自己啊，你是在分享，在 sharing 就好了，嗯，不要想太多，然后你为什么要跟这一个人分享，然后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嗯，就是以为他人着想的那一个 concept 出发，然后你们会获得更多，好过你一直说我要卖他产品，我们不是因为卖产品而卖产品的，真的 Mary Kay 真的不是卖产品而卖产品的，嗯，然后过后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团队，我们这里都有2个团队在，所以大家如果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真的可以提出来，我们大家可以一起 brainstorm 帮你们解决问题，就是一起来思考啊，可能我面对的问题会比较相似，然后可以帮助你去做销售赚取额外的收入啦，嗯，那么呢长话短说，我接下来2月的目标一样，销售要做2000份，招募4个人，然后呢，祝福大家也可以一起做到自己的目标达成。OK， 收到，来输送能量给你咯，大家很忙哦，今天又要吃又要喊啦，磕一下，磕一下 ，Ready， 1、2、3 ，Oh yes, I can do it。恭喜 Jenny， 真的我听到她讲的都是重点，而且 她讲哦，我长话短说，但是她还是很想跟你讲很多，因为真的在 Mary Kay 就是这样，因为你真的有去做过，有去经历过，你会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你这份喜悦，对吧？然后也会很想跟大家讲，其实你做的东西跟大家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跟着去做，紧紧的跟着这样子罢了。 OK， 那我们来看下一位，恭喜我们的 Queen of Personal Sales， 我们的 Celine 现在人还在古晋，这是 StayRex Unit 的 Queen of Personal Sales， 他自己也不知道，你看他在吃东西，然后他就不懂要怎样，来来来 Celine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咬完了吗？接着跟我们分享，不是记得，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上个月你做到什么你觉得很 amazing 的，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小贴士吗？Jenny， 你好棒 ！Jenny， 我爱你。刚刚忘记讲 ，Jenny， 你好棒 ！Jenny， 我爱你。不会。Hi， 我来了。OK，
等一下啊，我下一步我要讲吗？因为我也没想到我有拿到你的 presentation 了吗？对啊，上个月每次上个月做对的事情啊，就是 follow up。嗯，我上个月一直在做的就是 follow up， 就是有增强在 follow up 啦，因为我以前比较差是在 follow up， 就很懒惰，就是懒惰去做的话，然后又好像有时可能做的不够好吧，然后就觉得说哎呦好像做的不好啊这样子啊，然后就很闲。可是过后我觉得 tips 就在于就真的去做不了。啊，像我们讲的，就是你想你已经有了信念 ，OK， 我会成功，但是你就是真的要去做了啊，有做才会有东西嘛，你没有做东西就没有了啦，那是不是你想就是幻想不了啊？幻想跟梦想只有一字之差，然后其实它唯一一个 difference 也是在于有做跟没有做了，没有做就是幻想，有做就是梦想 ，OK， 梦想是会成真的，幻想是不会的，所以就是真的要去。用行动去做东西了啊！那像我的话，我就是真的有去做东西，然后就真的就直接有 sales 了。嗯，这个就是我上个月做对的事情啦，可以这样讲啊。所以给你们的 tips 就是像我讲的，做罢了，就跟着我们的老师讲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就这样。OK 啊，然后我这个月的目标就是依然就是。Be a star， 一定要achieve 我们的 Be a star 这个 challenge 啊，然后招募的话加二，加二 ，OK， 这就是我的目标。耶、yeah, ，我们一起来输送能量啊 ，Ready one two three， Oh yes, you can do it 。我今天看到了沈丽完全不一样的气质，感觉会在看书好可爱哦 ，OK， 所以呢，在这里真的很简单了 ，OK， 也谢谢沈丽的分享，真的，其实我们每次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他到底有什么 tips， 他是不是有什么还没有讲完，他一定是有些东西做了没有跟我们讲，其实不是的，其实哦，大家做这个是一样的东西。唯一的不同是有没有去做到更加专啊，你懂很多很多我们的大道理我们都知道要怎么样拿到我们都知道，但是好像沈丽讲的你有没有去做，或者像 Jenny 讲的有没有去设定，敢去设定然后要做，所以他们两个其实讲这个是相同的东西来的，只是说用他们可能每一个人有些人需要目标感多一点，有些人需要动感多一点 ，OK， 需要去做 ，OK， 所以在这里呢，再次恭喜我们的皇后 Celine 还有 Jenny。OK， 来自卓越团队跟 Stabilize Unit 的。那接下来呢？当然，其他人大家还有榜上有名的，就是噔，我们的 Top Ten 个人销售卓越团队的有我们的 Angel Candy， 就是 Top Two 是Angel， Top Three 是 Candy， Top Four 是慧心， Top Five 是 Shamin， Top Six 是 Adeline， Top Seven 是 Cindy， and then Top Eight 是 Shopcom。然后 top 9是我们的，哎 top 9是我们的 Eva，top 10是我们的 C 位，恭喜大家，这个是 C 位，不是那个 C 位哦 ，OK 好，OK 这个名字很可爱，好恭喜恭喜。那接下来呢，也就是我们的 Stabilize Unit 的 top 10，也就是有我们的 top 2 Gat Fariha，top 3我们的 Karen， 然后 top 4刚刚在我旁边做小助理的 Bonnie， 我的 Bobby， 然后 top 5呢就是 Non Husna， 然后 top 6是 Irene。Top 7是 Win Min， Top 8是 Janet， Top 9是 Joanne， and Top 10是 Lau Bi Lei， 恭喜。好，接下来呢就有我们的 MOB Achiever， 耶、yeah, 我们的皇后必定会拿，而且我相信他们、哦、应该拿超过一 set 啦 ，OK， 所以真的大家一定要，你看他们在憋住笑说，对啦，我就拿到这个 Renewing Jam 多少多少资料，然后那个 pack 又多少多少，我跟你们讲，接下来公司送很多的 sample pack 哦，公司只送不卖，而且你没有的在 section 2买的，公司有讲了，他们接下来新的方向呢，很多这些小小装的 packet 那种micellar water 啊。那个什么 remover 啊，包括这个 hydrogel eye patch， 他们是不会来拿来卖的，但是他们会用这种这样子的MOB 啊，或者一些 purchase 啊，免费的送给大家的 ，OK，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哦。在这里恭喜我们的 MOB achiever Janice、Angel、Candy、慧心、Shamin， 还有 Celine and 我们的 Gafariha，OK，congratulations。那自己呢？哇哦，三位女神，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的脸在上面呢？我们的 personal sales。哎 ，personal recruit， 看哇，两个有没有看到相同的脸哦？哇，我们的双料王后出现了哎，又是我们的 personal recruit 的个人招募皇后，也是我们卓越团队的
personal sales 皇后耶！ Yeah! 你看他的头上那个皇冠越戴越大越戴越来越多了 ，OK？ 那自己呢也要恭喜我们的 Michelle， 你看 Michelle 在拍手了耶！ Yeah! 个人招募，还有呢我们的 Adeline， 哇 ，Adeline 真的很棒哦，看着他从他加入然后到现在一直跟着我们一起哦，然后也很积极主动的去问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我在他身上看到最棒的态度。那 Michelle 呢，不用讲，他是我们的哇。美容师超级无敌的专业，超级无敌的棒哦，而且他也很愿意分享，很有爱的一个人，这个是Michelle 给我的感觉，每次看到他我都觉得哇他怎么可以这样可爱，今天又看到他的照片，我觉得哈真的是越来越漂亮哈， Michelle 越来越美啊， OK， 要开开心心的青春美丽啊，嗯 OK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哇哦，有没有看到 Cash 恭喜我们的 Janice， 哇 Janice 有没有算一下你要拿多少钱了 OK， 你要去他在动机算机了等下 OK， 恭喜我们的 John Recruit 团队啊，因为他是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这种钱是才有动力前进呗。哦，原来要有钱才有动力前进，继续往下更棒的前景。Oh my god！ 你看三个了 ，OK？ 所以大家继续加油啊！所以恭喜 Janice， 你这里又有连续动一下，你有多少啊 ？OK？ 恭喜 Janice， 还有我们的 Adeline 完成团队自己本身哦 ，John Recruit， 也就是老师们自掏腰包。拿出来送给大家的一份祝福 ，OK， 恭喜恭喜！那这里呢也有我们的 Top 20，Oh my God！ 你看那个钱，你看那个钱 ，Celine you saw your money，Janice you saw your money，Everybody，Samantha，OK，、okay, Eva，Adeline Shermin，Congratulations，OK，、okay, 20% club， 恭喜卓越团队也有很大的突破哦，看到大家的一下子，呜，榜上有名全部飞完上来了 ，OK， 所以呢，这个是大家的 cash，Celine 还在算。我的钱在哪里？多少？怎么样？为什么 ？OK， 大家一定要记得哦。所以这个月继续的再突破 ，OK， 下一个月你要跳就直接拿100块了啦，就直接再 up 更加 up 更加 up 更加 up 啊。那当然，如果啊你的名字没有在榜上的人也没关系 ，OK， 继续加油，继续找你老师去。规划 OK， 这个是我们的 last month， but it's OK， 我们公司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 challenge， OK， 所以 Celine 可以请吃 ice cream 了啊，然后 Janice 要请吃大餐了OK， 恭喜大家，恭喜大家，我们的 20% club achiever，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哇好多，这个我们的 B diamond， 哇你想，这我想象到什么懂吗， Janice 说那个 B 是有 diamond 的，然后这个 Celine 的也很可爱， Celine 是要 B top best 是吗 ？Be the best on track， 看到吧，这里还有分哦 ，OK。所以呢，那当然这个我们讲的 on track 哦，不一定说，很像比方说 diamond， 当然要维持 diamond 啊，继续加油，你一定可以的 ，OK。那 the best 呢，你有可能会变成 ruby 或者 diamond 的哦，明白吗？就是因为它是累积嘛，啊，所以哦，大家不要觉得哦，我是 the best， 我就 the best 啊。你自己如果想要突破，想要去变成 be ruby 或者 be diamond 都 OK 的 ，OK。所以记得。这一个月是这一个第一个啊，我要叫什么？第一个quarter啦，算是不是quarter，应该是讲第一趟的 cash 是在这个月 ，by the end of 这个月三月份你就会拿到钱了，明白吗？明白吗？所以哦，是看150、300还是500 ，OK？ 所以你们一月到二月 total up 的这个分数会在三月份直接在你们 bank account 里面拿到这个 cash，OK？、Okay? 公司会直接给你们。啊，简单来讲啦 ，OK。那至于细节要怎么样什么的话，相信你们大家都有方向，或者你可以跟你的老师一对一聊，我觉得会更加好，因为他会跟你讲 customize 你要怎样去做到这个东西 ，OK。所以恭喜我们的 B Diamond， 很可爱的，真的很可爱。B Diamond 的 Janice 还有 B Top Best 的 Sally， 恭喜恭喜 ，OK。啊，再来，噔噔噔噔，还有什么？我们的 Pink Star，Congratulations！ 哇，这个1000块耶，三。就是半年就有1000块的 cash， OK， 所以继续加油，没关系的，如果你的名字不在上面，继续加油，这个月我们进了这么多人了，是时候、哦、玩够了，是不是就要开始动起来了， OK， 所以恭喜我们的 Janice 跟 Adeline 已经 on track 了哦，所以继续加油，也记得哦，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呢是要有8个 active 的哈，你们可以在过程中招募4个，但是 total up 要有8个、你们的美容顾问哈， OK， 细节呢再看回我们的 video， 我们今天就不讲这样多啦。好，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哟呼，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舞台？哇，很 high class 耶，这是变到我们的 Miss Go Give 来自我们的这是我的左手边吗？左右 OK It's OK doesn't matter 就是我的左手边是来自 Stabless Unit 的 Celine 哎，我的右手边是来自卓越团队的 Janice 恭喜大家啦，我牵着大家的手跟我一起慢慢的走上来噔噔噔噔噔 OK 去到舞台的中间，这个很有仪式感 OK 恭喜你们再次成为我们的 Miss Go Give。 那这个呢不要小看这个荣耀哦，这个荣耀是整个 Mary Kay 里面最大的奖项，不是你卖多少，不是你招募多少，不是你多厉害，而是你的心到底多愿意给 OK Give Be a giver OK 你会很幸福。那当然呢 Miss Go Give 的这个特别呢我会跟雪老师在special 安排一下，我们会有特别的奖励哦 OK 所以你今天如果讲啊，我也想要成为 Miss Cookie， 我也想要知道是怎样的话，其实欢迎你来跟我们讲啦哈，这一个呢是公开给所有人都可以的啊，大家都不求回报哦，真的很感谢有你们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前进啦 OK。所以呢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呢也要跟大家讲一下 Happy Valentine OK 好，现在还有几天哦，祝大家甜甜蜜蜜，永浴爱河，早日脱单，找到自己梦想的那位王子 OK。 那在这里呢我就放一下出来还有大家合照，所以大家一定要跟我们多合照懂吗？因为我刚刚在找照片的时候我们的照片呢我要找最新了，所以每一次哦，不管是在 Zoom 也好，是我们真的要常常打开镜头合照，这样我们以后望回来的时候才会看到很多照片，不然我们只是在线上又没有照片，感觉很像曾经来过又没有来过那种感觉 OK 啊，所以在这里还是再次恭喜大家还有情人节快乐。那我的环节就到这里啦，大家的劳损都吃完了对不对？但我要吃劳损了，我要把我这个环节呢 pass 给我们的双料皇后，也就是我们的 Jenny。 在我的印象中呢她是一个非常细心非常温柔的一个女神级你懂吗？刚刚我去找她的照片要做这个 Go Give 的海报的时候我给你们看啊，哇我觉得她的眼睛哦真的是美到，你看其实她们两位的眼睛都很漂亮懂吗？因为你看我的眼睛这么的优美 OK， 我觉得她的眼睛就有一种很看到她的眼睛好像整个人要进去了样子，真的很而且哦她很温柔，她很细心说妹妹老师你不可以这样子，从我第一次见来她就会拿她的那个手机给我讲妹妹老师不要这样子，现在我开出比较好安全一点哦，她就是一个好贴心哦，有她在我就觉得你看我讲话声音也变温柔了的一个人，她是一个非常棒的特质 OK。所以呢今天我也很期待他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新一个月的 promotion， 而且他是非常细心会跟大家讲解到跟你们讲不会有疑问的，因为我们他已经解答完所有的东西了 OK。 所以呢我要在这里邀请 Ja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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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棒 Janice Janice 我爱你，我也爱你们，谢谢妹妹老师我也是有凶的一面的来我的儿子来过来好OK 好，事不宜迟别浪费大家的时间 OK， 那么呢我就来 share 一下我的 screen 啊 OK 有看到吗大家看得到吗？有 OK 好，那么呢我负责的环节呢就是这个月份二月份的 promotion 啦 OK， 首先来第一个就是 limited edition， 就是这一套护手系列有粉玫瑰的Pampering set 限量版哦 OK。 那么呢这个 Pampering set 呢其实主要是针对性，因为现在我们都一直在保护自己洗手啦涂洗手液啦，难免你们的手都会有受一些影响的，所以呢如果你的手有一些干啊紧绷啊或者是痒翻红痛，那么呢这一套护手系列呢就真正可以帮助你们改善了啦 OK。这个护手系列呢主要呢是减少手脚板的那个干裂跟破裂啦，那么呢可以减少那个顽固的死皮，然后提亮我们的皮肤，然后达到柔滑效果。想要手美美脸美美来比一下你的手跟你的脸谁比较年轻啊 OK 自己懂自己啊OK， 所、so、以呢这部这套呢 Pampering set 呢就可以改善大家的这个手不敢闻的那个问题啦，所以呢多鼓励，而且呢这一套我已经拿到了啦，味道真的很香，那天我带回去我在车上的时候就孩子都全部人都尝，然后瞬间那一辆车
整辆车就是那个 rose 的那个香味，哇，我的孩子一直在说妈妈很香耶，这个很香耶。嗯，我就要锁起来了，因为等下他们偷懒，因为我整只不见掉。不过不用紧，整只不见去，我们这个月买一套送一支 hand cream。 嗯，那么呢这个呢就是它的 calculation， 100分呢累积100分呢就折扣28仙，所以美容顾问呢就可以节省了一个72.20仙，以此类推啦。那么呢累计分数越高呢就会得到更多的优惠。那么呢记得哦，提醒大家这是限量版的，不要 last minute 等到没货了才去抢。嗯，这个是不好的现象啦，因为没有了嘛，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后悔莫及。嗯，所以呢现在赶紧去 grab 上来哈。那么呢第二，公司现在情人节嘛，这个月份也是，所以呢公司也是有做出情人节送你的配套啦跟这个产品啦。那么呢如果 for 女生的，那么呢就有这个香水系列送这一支 lip gloss 折扣18仙。 OK， 这个 forever diamond 香水啊哈，怎么这个香水呢就是来纪念重要的回忆， forever love。 听过这首歌吗？妹妹老师有这首歌吗？播一下。可以，我后面播给大家哈。搜寻一下。 okay,、就是、有对对对。然后呢你有没有男士朋友啊？ OK， 很 friend 的男闺蜜啊，你可以告诉他这一个呢真的很重要，这个香水就是来纪念重要回忆然后迎接未来的。嗯，所以送情的时候呢这份礼呢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啦哈。如果他不要这个，我们还有第二个选择，就是这个 这个 Witch 的香水。谁用过这个香水都知道超香，无敌 lasting 的。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 Mary Kay 的香水。所以呢这个香水呢就是 Witch 嘛，那么它就是代表梦想成真，那么有梦想诞生的就是 Witch。 嗯，可以跟他结伴啦，就是甜甜蜜蜜成为一对新的情侣啦。所以呢祝福大家送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梦想成真，愿望成真哈。OK， 那么呢价钱价格我就不多说啦，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OK， 那么呢 for 男生的，那么呢我们就有三个不同的香水，那么呢都是送男士的洗脸霜。这个男士的洗脸霜呢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它是二合一来的，就是除了可以做 cleanser 洗脸的。不好意思，你可以放大吗？因为大家我那个眼睛我已经变一条线，很想再看你的那个数字。你可以放大吗？然后大家我放大。 OK， 好，可以。会很大吗？可以。你应该可以按那个 present 的，看得到吗？这样我按 present 啊，在哪里？那个点那边有吗？ OK， 然后呢眼角。对 OK。对，然后我们这个吗？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谢谢。看到吗？看到了，谢谢你，谢谢妹妹老师。你看，我又学到一样的。你看，这美丽就是多么的好，我是电脑白痴来的，你知道吗？在这里我学会用了很多科技耶。谢谢妹妹老师。那 OK， 那么呢男士香水，刚才我讲到送那个男士洗脸霜嘛，对不对？这个洗脸霜呢是二合一的，就是它可以当着 cleanser 洗脸霜，它也可以当着那个剃胡须膏的那个，说起来还有那个 foam 嘛，所以你们可以剃胡须用。那么一样的三个配套不同的香水呢都有折扣18仙。那么呢 Ocean 呢就是适合成熟型的男士使用，那个香水接近它的那个 type 就是它的类型。那么呢 City Space 呢就是高雅的，那么呢 Sport 呢就是比较活泼比较活跃的。OK， 那么呢折扣表大家可以自己放大 zoom in 再看哈，我再不多说啦。 OK， 那么 next 就是到我们的这一个OK， 情人节要到了吗？ So last准备我们要讲去照顾自己的 skin。 OK， 这边公司其实也是有给一些小小的 tips 啦。 OK， 那么呢包括什么，就是这一套Michael Jordan version 的这个 Refine 还有那个 Pore Minimizer。 那呢买 Pore Minimizer 呢就会有折扣58仙，那个 Michael Jordan version Refine 的。
OK， 这一套呢，是明显的改善你们肤质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毛孔缩小，然后改善细纹哦，打造无瑕的完美肌肤。OK， 这一套哦也是唯一的一套在美容界哦是不需要就是透过动手术还是怎么样达到毛孔收缩的一款来的，所以是非常受欢迎的。我相信这个价钱呢更是节省又在节省，一定要 grab。OK， 那么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亮彩系列的滋润霜 Moisturizer 跟它的那个洗脸霜啦。OK， 洗脸霜呢就高达 35% 的折扣。那么呢如果呢是想要肌肤由内至外透光光彩的话呢，让你的皮肤会更均匀的颜色，那么呢它也可以提供我们更透亮的光泽肌肤，改善暗沉。所以呢想要让自己的皮肤更亮丽更美白的话，这套可以 grab 哦。 OK，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一个这个呢Eye Pages 送这一个 Time Wise Chili 的眼霜啊哈，我相信之前上几个月九月份的时候吧，这一套 offer 也是卖到断货，公司在补货的，所以这次二月份的又再来了这个 offer， 大家就不要再等了，快快去 grab 啊！因为呢，这一个 eye pages 呢，它无论是你要贴额头、双眼睛、下巴，不管你想贴哪里，它都可以贴，因为它是有帮助消化那个就是淡化那个皱纹细纹的，然后黑眼圈啊、水肿的眼袋，还有最重要就是这个法令纹啊，贴的时候不要忘记贴这里哦，笑的时候就更漂亮啦。OK， 那么呢折扣呢48%的话呢，你可以节省205块耶 ！Oh my god， 姐妹们。看到那个价钱吗？你只需用105块买两样产品耶，怎么可以不要拥有它，对不对？OK， 刚才看过了那个亮彩系列的上一个就是那个滋润霜 Moisturizer 跟那个洗脸霜，那么呢它的这个面膜也有做 special offer， 节省28%。OK， 那么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面膜呢它是以黑褪黑啊哈，它是那个黑珍珠是在大溪地出产的，那么10000颗里面只有1000颗可以用，那么呢只有100颗的那一个可以取出来罢了，哇多么珍贵的黑珍珠。然后呢你用一盒，这个里面有5片嘛，对不对？那么呢等于外面的3盒，不要开玩笑哦，敷一片就等于一支精华液了耶，想要 淡化那个黑色素啦，然后有那个舒缓的感觉，就是肌肤均匀色素的话，这一个面膜不要错过哈。 OK， 那么呢 48% 的话呢，你们将会以117令吉60千去购买5片美白面膜。 OK， 那么呢下一个就是怎么啊，公司还是一直在注重这个亮彩系列嘞，公司就是要让大家美美亮亮，肤色均匀呢。你看不管你买哪一个都还有 offer， 刚才你想要买那个滋润霜跟那个洗脸霜，那么如果你精华水没有哎，不用怕，公司还是会再 offer 你的精华水折扣55%，就是这一个配套了啦，一整罐都是满满的精华液的 Essence Water。 OK， 它是呢我们必备的。那么怎么样用，我这边有跟你们解释了，对不对？那么洗完脸过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乳明绿的 Essence Water 直接放在脸上，然后轻拍它，然后让你的皮肤吸收那个精华水，然后把皮肤水嫩嫩之外呢，可以帮助下一步的吸收，比如说你要涂接下去的保养品，就好像 Serum Moisturizer 防晒还是晚上都好，它都可以更加容易的吸收。如果你要更加 advanced 的话，这个精华水可以倒在那个面膜的纸上面，然后呢当做那个面膜来敷15到20分钟，哈哈，你们才来取下来。那么呢这个呢就可以达到补充我们的水分，那么呢可以
帮助我们皮肤美白淡斑更透亮更水嫩的肌肤 OK。 那么呢一整套已经是108分了，那么呢姐妹们108分可以折扣多少 percent 啊？谁可以告诉我，来108分可以折扣多少 percent 呢？来姐妹们可以那个麦说话 It's OK。 来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什么 20%？ Yeah, very good Michelle， 谢谢你的回答。对，就是28%，就这么一套就可以折扣28%的。那么你看哦，28%你就已经节省了多少，145.80%，美容顾问哦，看到没有啊？那么如果你是卖出去的话呢，你就可以赚取哦，对吗？这一套单单这一套就已经有108分了 OK。 嗯，非常棒哦 OK。 接下来呢我们公司也有新产品的推出，就是这个 Skilly Setting Powder。 那么呢它其实是跟那个 Mineral 什么了啦，老师那个是什么 Mineral Foundation 啊？来吧老师。 Mineral Foundation 是吗？嗯，它是跟这一个更新了这一个里面的新的配方的。那么呢这一个新的配方呢它是使用那个氧化铁代替那个滑石粉，然后呢打造更加光滑柔滑的质地感。那么呢这一个功效呢就是它轻松容易调服我们的肤色咯，然后呢我们可以多层次覆盖啊，不会觉得厚。嗯，然后呢就是光滑柔滑的质感哦。那么呢其实为什么我们要上这一个powder？ 那么呢其实粉底液呢就是可以，哎，这个粉底粉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外界环境的侵害，那么呢也可以调整我们的肤色使它均匀哦。那么呢无瑕的妆容跟后续的彩妆品会显得更加的完美。嗯，所以呢这个新品呢是 regular stock， 不是 limited edition， 但是呢因为这个月新推出嘛，所以呢公司就有让大家看到呢它的那个 color 是六个颜色呢跟之前的 mineral 是没有分别的啊，就是你之前是那个 mineral foundation 的话，你们是哪一个 color 都跟这个一样的，它的色调没有变，只是添加了新的 formula。 那么呢大家可以去 grab 哦。那么呢接下来就是这个哦吼 Mega Bundle。 OK， 这个 Mega Bundle 呢是怎样来的呢？就是你购买两套这一个 Rose 的 Pampering Set 跟这一个一套的美白亮彩系列，有那个 Essence Water 的啦。那么呢再来就是这一个毛孔缩小的这一个 Micro Demovation Set， 这一个跟一套 Pages。嗯，那么呢这边加起来呢整个配套呢公司将会多送出两个 hand sanitizer cleaner spray， 价值一直是19，两支呢就38，对吗？那么公司会多送这两个给你们。额外呢那个分数原本是350分的，但是公司呢就 double 我们这个 pin point 啦。OK， so 呢 grab 这一个 Mega Bundle 的呢将会得到我们的 pin point 是700分。 OK， 这个 pin point 拿来做什么啊？ pin point 有什么好处啊？得到 pin point 是拿来做什么的啊？有谁可以告诉？对，就是换礼物，放包包，我喜欢礼物的。哎呦，我第一个看到就最开心哦，对不对啊？又有礼物呢，又不用用钱去买，都是公司送的。OK， 对，就是换礼物。那么呢，分数呢，我们除了可以拿到600分累积，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 monthly ordering bonus。600分呢，就是有这个啊哈 pink silicone wash 啦。对，记得上一次十分钟吗？陪伴小时里面这个手表就已经是断的，给人家 grip 完了哎。那么呢，现在公司又来就是奖励我们美容顾问，就送出这一个
一个手表，那么呢900分呢就会送出这个 Naturally 系列的 Cleanser 跟它的 Aspartin Powder 啦。 OK 呢，这个呢价值99再加99就是198的900分，这个是新的一个 level， 平时之前我们都是100分 double up 前二，然后就看那个公司下面的那个accumulate 的那个分数呢去达标嘛，对不对？那么呢公司这次呢就有一个在中间900分， OK 大家加油哦，不拿白不拿，公司送的。 OK 再来呢，那个分数呢可以换什么，就是隔壁这个 STAR program 啦，你看到吗？最低500分累积就可以更换这样多这样漂亮的礼物耶。那么以此类推，800分、1000分、前六、2000、2400跟4000分。 OK， 好消息呢就是这个月的1000分可以换我们这个什么 lunch bag 咧，哎呦呦，就在明天的12点，姐妹们互相提醒，互相去 grab 啊，知道吗？不要错过公司送出的这些奖励奖品，带出去的全身都是 Mary Kay， 我们就是他的招牌人物，我们就是他的代言人啦，好不好啊？ OK， 那么呢接下来呢就是这个，不管你是想要 grab 这个月的 offer， 这个月的 promotion， 还是你想要购买整套系列，都公司都会有做这样的优惠，一整套系列呢就会将会折扣多18%。比如说 TimeWise 3D 啦，我们的 TimeWise Repair 啦，我们的这个 Botanica Effect 啦，我们的这个美白系列 LumiV 都有，还有呢就是这个 Clear Proof Skin Care 系列啦。那么呢这一整套呢折扣多18%以外呢，公司还有送出的就是那一个TimeWise 的那一个eye cream sample， 就是六个，就是 extra 给的 gift 来的啦，所以大家可以保护眼睛哦。OK， 那么呢，因为现在都是疫情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要保护自己，所以清洁保护都要做好。OK， 那么呢？接下来如果你是新加入的美容顾问呢，你将会得到这个新的 Starter Kit 的 set 啊，那么呢送出的是这一个包包环保，然后里面呢价值超过肯定超过70-90的产品在里面，就单单这个 Setting Lip Balm 跟 Setting Lip Scrub， 还有这支我们全球拿第一名的卸妆水Oil Free Makeup Remover， 那么呢还有它的 Samples， 这些呢已经超过远远超过70-90了的。那么呢加入成为美容顾问的话呢，你还可以免费获得更多的，比如说有价值370-90的 voucher， cash voucher， OK， 所以你加入等于就是免费的啦，所以欢迎你们去找你的美容顾问去询问详情啊。 OK， 那么有彩妆系列啦，不管是保养品 skincare 或者是 color set 都有。OK， 那么呢接下来就是谢谢大家这么专心的听我解释这个月的 promotion。 OK， 如果错过不要放过，就是能 grab 到的当然是最好，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对不对？能人省则省嘛，对不对啊？那么呢可以帮助大家避免之外呢又可以省钱。 OK， 谢谢大家，我把棒子交回给妹妹老师。哦，我来了，我交回给我。OK， 好，那谢谢 Janice 的分享，就是简单到点，很 on point， 有没有看我的那个大家今天有没有看？我看到那个 bundle set， 我就 Oh my god！ 而且我记错时间，还以为是今天要 redeem 那个礼物，所以大家记得要 tune 好明天哦，明天12点、对吧？12点，我讲三次了 ，OK？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守，因为讲10分钟我觉得有点多啦，就是10分钟就会完。其实我们试过5分钟就完了。虽然讲每个人只 limit 一个，你会觉得啊没关系，老师一个人 limit 一个应该还有很多，但是哦，我们的你要知道我们的美容顾问人数其实很多，所以哦，一人一个，even都不是全部人都好了，也是会很快玩。所以呢大家有没有看到几个就是 hairband 啊，然后那个下午餐的包包，还有那个 bag， 有没有人没有 redeem 到上次那个金色的 bag？
那个金色的那个啊，有那个 love love 这样子，那个 rose gold， oh my god， 跟你讲，那一个东西，以我这么喜欢打卡的人，那个 bag 是一定要有的。我上次拿不到，我真的是伤心到。他这次回来了，一定这三样东西锁着他。OK， 因为你们有这个拼块，如果没有拼块，那怎么样拿？你们知道的。OK， 一起 order， 然后那个分数下一个就可以，就下一张你的 after order 过后，你的分数就会 accumulate 在一起了的。OK， 所以大家可以这样子来做这个，我们叫做。Ordering management 呢 ？OK， 好，那在这里呢，我又要把棒子交给这个很厉害的人，他今天哦很可爱哦，戴着一个大大个的眼镜哦，我就看着怎么这么萌啊 ？OK， 然后我跟他就是，我跟这位很优秀的领袖呢，就是有结什么那个缘分哦，从前世不知道多少世哦，这个福气就修来了，我们是。神仙这样子，你看我穿越时空都要为了要跟他相见，然后我们在马六甲年初一的路上都可以遇见对方，这个缘分是完全哦，真的是不能讲假，太过奇妙了。OK， 那当然我也在这位领袖身上呢，也看到他真的非常细心啊，他也是很有爱的一个人，而且很懂得为别人着想啊，这个是我要跟他多多学习的。OK， 那接下来他会给我们细心温柔的解说，哎，就是。update 一下这一个月我们有些什么很精彩的 update， OK， 那在这里呢就把棒子 pass 给你啦， Cheryl Cheryl 你好棒， Cheryl Cheryl 我爱你，谢谢妹妹老师，我也爱你，也谢谢刚刚 Janice 的精彩的解说，我觉得我们的团队的这个线上聚会、哦、都真的很棒，我们不仅仅在学习，我觉得我们每次的这一个线上见面都很有温度，因为大家都是我们都很重视那种交流，然后资讯共享，然后更加在这里我们都有彼此相近的这一个梦想，共同的这个梦想，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为什么逢会我必出席，即使我不得空我还是会关着荧幕，我仍然会留在线上的一个原因哈。好，那首先来跟大家拜一个年，恭喜恭喜，恭祝大家大吉大利啊，然后呢一本万利，步步高升，财源广进，最重要这个当前就是要身体健康。好，那在这边我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个资讯 OK， 事不宜迟哈，来，我share一下我的 screen。OK， 大家可以看得清楚的话，来给我打一个888。好，888，刷起一排888。嗯，我们一起发。好，谢谢大家的回应。那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是当月的最新资讯 update 的资讯哈，这个资讯的话我们了解一下哈，那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面 Malaysia Income Tax OK， 那么呢我们的这一个伦巴克哈塞尔政府的这个 Income Tax 部门呢，那有宣布说在今年2022年1月1号开始，那凡是在上一年你的年收入有超过10万零吉的，那如果我们是 Medicare 的这一个美容顾问或者是督导都好哦、只要你的 total income 有超过10万零吉，2021年，那你今年那刚刚我们收到的这一个 payment 开始，我们的这一个 salary 开始，1月1号开始就会每个月 OK， 这里有个简单的 example， 打个比如你拿的佣金是1000块，那他会预扣，公司会帮我们预扣一个2%出来，那么直接帮我们还给政府部门，就好像以前我们的那个我们自己的那个 back 这样子、哦、我们有这一个PCBPCB 这样子的意思、哦、这个是 政府最新的 law 来的条件来的。好，这样我这样子解释的话大家可以明白吗？如果明白的话来给我打上3个1。是的，因为我们在这里其实 Medicare 在马来西亚我们说直销公司，说实在我们的这一个平均收入是很高的，那么公司也很非常遵守这个政府的这个条件规定，那他也帮助我们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好，那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超过十万令吉的年收入哦，我恨不得每个月给他多抽那两八千。好 ，OK， 祝福我们哈。好，那如果我们是有被抽的话，就是有这个收入的话呢，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一个personal 的这一个 setting， 我们的这个 setting 那边那个部分，又或者是在我们的 apps 那边，那我们可以update。平常时我们是 update 我们的银行户口地址啊那些，对不对？那还有一栏就是 income tax number。OK， 好，这个是顺便给大家知道的一个最新消息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资讯。好，这个是 Career Conference， 姐妹们，谁有报名了？已经有报名了的，来给我刷上三个三好不好？我已经报名了啊，公司宣布的时候我就已经马上报名了。好 ，OK， 好，很棒，很棒。哦，一定要报名，而且 early bird 的话，现在是到这个月尾巴了，20块，只需20块。而且你报了这个20块的话，你还物超所值哎。公司你上完了这个 career conference 过后，公司会在我们的这个下一场订单参与完这个 career conference 过后，送出给我们这个限量版的这一个电色唇油啊，护唇油。OK， 好，那这一个。Career Conference 的话，其实为什么要出席？那最重要呢，我们希望通过这一些公司主办的大型活动，能够向更多成功的这一些 mentor 或者是美容顾问向他们取经。好，那接下来就是公司会宣布接下来半年甚至一年里面他的这一个 program 追行的 program， 那我们站在前锋的，我们必须要 update 咯，对不对？然后还有新产品，还有呢 keynote from 我们的 corporate leader， 我们的这一个每个就是 for marketing 啊 ，for 每一个公司的这一个阶层的这个方向哦，这些重点啊，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那在这里想要跟大家宣布一个消息哦，公司刚刚发布的，它开放给所有的美容顾问，只有 limited 1500个位置而已。OK， 就是在这个3月19号2点到6点，那么地点呢在 Budana Hall Putrajaya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只是需要50块的这个报名费。OK， 9号今天开始，今天我们有试报名，但是还不行。我觉得今晚过后呗，应该可以开始报名到了的啦。今天开始开放50块一个人，只有1500个位。那么呢，报名出席的话呢，我们会得到 attendee bag， 就是有这一个 PHB 棒，多加了一支这一个 nourishing 精油哦 ，nourishing 精油。那如果你不能真的不能出席现场的话，那你就报名 online 的咯。那如果你能够出席现场的话，那你就报名现场的。那如果你能够出席现场但你已经报名 online 了的话，这个呢其实我自己都还没有问公司啦啊。那我觉得既然有这个机会，那我们都可以去争取的，自己去争取的。那至于现在的这个疫情啊，我们自己要做好自己的这一个SOP啊，我是这样觉得，可以做这个 SOP 哈 ，OK， 好。那接下来在这里的话，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是公司在这半年里面，它会 focus 让我们美容顾问提供给我们很棒的这个资源，就是 Pink Start。那前面呢，我们有很多很优秀的姐妹们都开始放眼这个挑战，这个目标去做了。So Pink Start 的话呢，就是开放给所有的美容顾问，直到精英执行督导。那一月到六月期间，只要你在这期间里面，你有八个 A 啊，那么在这期间里面，你有最少4个新美容顾问。OK， 那么你自己的话呢，这个是你招募 quality 的美容顾问，他们加入单个月要最少350分，然后到六月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累计1000分 ，OK， 然后保持在 A 一到 A 三的状态。所以你完成这整个挑战的话，那你在7月份就会得到公司给的这一个表扬，还有 cash reward，OK，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Pink Start Program， 还是要提醒大家。
那接下来还有这个第二个 Be a star， Be a star 的话呢，就是也是个人的销售。如果你觉得说，哎，我暂时先要从我的个人销售开始，我要赚取这个Be a star 的这个奖金，那你就跟着一个 block 一个 block 做，因为一月二月是一个 block 来的。OK， 如果你一月已经 miss 掉了的话，那你就开始三月四月这样子。OK， 三月四月五月六月啊，一月二月一个 block。三月四月一个 block， 五月六月是一个 block， OK。 那在这期间里面，你最少你要挑战这一个比尔萨的话，你要900分开始， OK。 那如果你比如说下一个这个 block 我错过了，那下一个 block 你要开始的话，那你最少当个月也要900分， OK。 好，那这个挑战来讲呢，每一个 block 你可以最少900分，但是你可以 upgrade 自己，那你就看你想要得到的奖励是多少，然后你要想拿150块奖励还是300块奖励还是500块奖励，那你要做的这一个每一个 block 的这一个挑战的累计分数就是看这一个总分数， OK， 就是看这个总分数，就这么简单。你做完了一个 block， OK， 下个月他就会出这一个 bonus 给你， OK。 然后一月二月是三月出，三月四月是五月出，五月六月是七月初， OK。 好，这个是 for personal sales。 好，这是公司最近的最新挑战资源。那接下来这里还有我们团队的资源，就是 up to 这个二月份为止，那 20% club 是一个 exclusive 的 club for Stabless Unit 和卓越团队。那只要你想要开始让你自己从小步，我们真的都是愿意给予大家的机会，我和妹妹老师都很乐于跟你共享我们公司给我们的这一个收入佣金，那我们也希望给你更多的这一个 bonus， 让你更有动力，像雪莉所讲的，那只要你从200分开始， OK， 那很简单，只要上个月你的这一个分数 OK 在哪里，你这个月你最少 up 200分以上， OK， 我们是要 up 20%，OK。 那如果你上个月你是150分的话，那 up 28%，那最少是你要200分。那如果你上个月没有订单的话，那这个月你最少有200分以上，那你就看这一个图表，你仍然还是有我们的奖金， OK， 还是有我们得到的这个奖金， OK。 好，这边你有一个 example， 大家可以大致上看看一下，如果真的有不明白，那你很想要进入这个 20% club 的话，记得要找你的督导，那我们帮你加入 exclusive 的 20% club， 那你跟着我们一起前进，那你达标的话，你就会得到老师给的奖金祝福， OK。 好，那下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团队特别挑战，就叫做 Zoom Recall， 那依然是开放到这个月的。那呢，只要你进入我们的这个 20% club， 我们的这个 special group， 你也有完成这个 Zoom Recall， 那只要当月你招募一个新美容顾问，他加入最少200分以上，那招募者本身也要最少200分啊， OK， 以身作则，好榜样，那你就会得到督导老师的给你的20块 bonus， OK， 仍然开放到这个月哦，加油，大家加油。好，来到这边，我们看到这个 tracking sheet， OK， 这个 sheet 很漂亮，很整齐，谢谢妹妹老师做出来的。那只要你跟着资源公司的 be a star， pink star， OK， 那这边有给你们一些 guideline， 你照着做，从一月开始到六月开始，那这个月是二月，对不对？那你从二月开始，你照着这个做的话，那 20% club， 我们自己团队的 20% club 的挑战，还有 Zoom Recruit， 你照着这边的 term and condition 去做，那你就会把公司的挑战，还有你我们团队的挑战的这个祝福都拿下来了。OK， so 这个 tracking sheet 的话，我们曾经已经发出来的。那如果你还是不明白，依然还是一句，记得找督导老师。OK， 记得找督导老师了解清楚，我们会手把手让你了解清楚。好，那讲完了这个挑战，来，接下来我们去看看一下公司线上的培训活动，这就是公司的时间表，我相信大家也有收到 email 了，那你们就把自己的时间锁起来， OK。 好，
下一个就是我们团队还有家族的活动表。那今天我们是当月第一次的这一个线上活动。那2月14号和2月16号有我们家族的彩妆课导演彩妆课。然后16号有事业分享会之还有这一个保养课 ,OK, 2月21号有保养课。这些所有的课都是公开给来宾一起出席的是帮助你或者你的来宾的帮助我们这份事业的。OK, 2月28号有我们3月份的口红的这一个新品发布会。这些都是线上的 Zoom ID 在这里，除了这个事业分享会。那在这个月呢，我们会有线下的保养课、彩妆课日期还有地点我们已经写在这边，那么海报我们会再另外发出来那这边要强调，我们在这个星期五妹妹老师会来到马六甲，那在马六甲的美容顾问们，那或者你在外地的都好，那拜五晚上呢会在这一个 Atlantis OK 我的这个另外一个屋子，我们会有我的这个屋子有安排一个个人彩妆电眼彩妆 OK 手把手教你怎么样放眼贴，怎么样去加大你的眼电眼变成电脸，让你容易脱单让你更容易吸引你的爱人。所以这一个呢会在马六甲这个拜五在这边跟大家预告一下OK, 那礼拜天我们会马六甲的这一个来宾公开给来宾跟姐妹们，可能我们会有个小聚会 ，OK， 星期天会有个小聚会，大概时间是2点 ，OK， 好，是脱单电眼妆教你放睫毛还有双眼皮贴，OK， 好，这就是我们团队还有家族的活动希望可以见到大家。好，来到这里就是2月份的 ESRS 课程时间表在这里，时间也在这里。那呢，这个公司在这个月开始呢，有让我们开始用我们的这一个apps Mary Kay 的 apps， 我们手机上的 apps， OK MRS， 透过我们手机上来报名线上课， OK， 这里有教我们怎么样去登录。怎么样去登录，怎么样去报名，方法很简单，只要一个手指一部手机，你在马上就可以教你的新顾问或者是协助你的新顾问怎么样去报名上 ESRS 课 OK 好，或者是任何公司的这一个线上活动需要报名的都可以透过这个 MRS 系统 OK 好好啦，来到尾声我们来祝福我们2月份的生日宝宝，在线上的有琳达妹妹老师，还有我还有哪位姐妹我有漏掉的吗？好，在这里呢有卓越团队的美容顾问空尼坤、轮回仙燕妹、玉芬、雷丁、彭林Cheryl、石 K， 还有慧琪，还有一定祝福卓越团队的这些姐妹们生日快乐。那我们在Stay Blessed Unit 我们也有很多的姐妹包括我们的 City North Suhaina Linda City North Fitra 我们的妹妹老师秀峰 Cherlin Tekang 还有 Farizawati Happy Birthday， 祝福大家心想事成Happy Birthday to you OK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下一页我们的 Anniversary 宝宝这个月了特别特别的这一个长的名单。那我不念了念起来就真的很长了。那谢谢你们一直都留在 Stay Blessed Unit 还有卓越团队有6年、5年、4年、2年、1年3年的 OK， 真的很谢谢你们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呢，要选择是不容易，当我们选择了我们能够留在这个大环境这么有爱的环境能够超过1年、2年、3年或者是更多的年份，那其实都会有一个原因的。我相信我们爱着 Mary Kay 是因为它很棒的产品能够帮助我们美丽自信，那更加值得我们珍惜的就是在这里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得到很多很棒的姐妹情谊。那当我们想要改变自己生活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始一个机会让我们从没有到拥有这就是我们选择我们留下来愿意留在团队的这一些原因。那非常感恩你们，谢谢你们。好，那我的分享到了尾声。
好，有什么部分大家不明白的吗？ OK 哈，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把棒子交给妹妹老师，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屏幕来个大合照。来来来，我们来大合照喽，大家可以开，老师你 stop share， 我们可以拍到大家，摆个 pose 好了。刚刚跟老师一起拍的照，我会发给大家哈，应该是 video 的类型。哇哦 ，Selina 那里好多人 ，OK， 我看到 Michelle 做这个虎年的，一，等下来，等下来老师 ，OK， 一，三，这个是虎年的，然后我们要推一个是爱心的，哈，琳达嘟嘟嘴，哈哈。啊，对对对，一，三，耶，谢谢大家，新年。妹妹，我们来做一个恭喜恭喜的好吗？妹妹，要拍照还是什么？可以吗？这样子恭喜的，我觉得 video 可以吗 ？video 啊、嗯，好啊，可以。来，叫我恭喜。我们要念什么口号吗？妹妹。有什么口号啊？临时突然间，大家有什么建议？沈丽来，你有什么建议？沈丽已经，沈丽刚才在讲话不是 ？OK， 有什么口号啊？恭喜发财，2022，恭喜发财，听啊，红啊，发啦，虎年啊，我们念一句虎年什么、啊？大运啊，虎年行大运。好，哎呀，我们一起唱歌了，虎年虎年行年到，这个应该过了，过年就不会有人唱了的啦，所以把握今天，啊，对对对，好，等你唱歌，交给你啊，老师你要讲什么？没有，是由一个代表还是我们一起讲？嗯，一个代表比较好，因为我要 record， 所以我不太能够动啊，我用电话来 record。 Okay, 这样妹妹你可以 stop 线上的 record 了。嗯 OK， 拜拜大家线上的。